dương trâu chốt dốt mũi chốt bằng bói chốt sồn tông máy mũi chốt bằng bói chốt sồn我叫永久，今年28岁了，是柬埔寨半自卑生人。大学毕业后来聚龙一水电站工作两年多了，主要负责隐形进修工作。你看我的中文挺好的吧？这离不开我的中国师傅焦立明的教导。焦师傅是基里龙一水电站运行主管，为了早日提升运行人员的操作水平，他主动和属地员工结对师徒，承担起永志的传帮带工作。要想把工作干好，学会语言沟通很关键。焦师傅下定决心帮助永志，在工作间隙和业余时间教永志学中文。有了中文基础，焦师傅给永志制定传帮带培训方案，手把手传授工作技能，使他快速掌握各项操作技能。永志，水果啊，谢谢师傅。焦师傅不仅是我的领导，是我的老师，更是我的信任，教会我就是关心我的生活，帮助我的成长进步。基里龙一水电站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，是中资企业在柬埔寨以建设、拥有、运营移交方式投资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，现由中交集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、柬埔寨国际水电公司运营管理。公司加强属地化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强技能培训，通过中柬员工互学互鉴，为员工搭建成长成才的舞台。我喜欢向中国师傅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我喜欢点赞这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。大家昼夜坚守，安心生产，点亮万家灯火。希望在一带一路，中国企业实现经济更大。